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你在进行一件困难的事吗？或许是因为万事开头难，或许是因为你做的是一件新事。开垦荒地，自然就会遇到难处。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可以变得容易一些呢？有的。第一，要用好的工具。第二，范围要小。你说我的范围就这么大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呼朋唤友来相帮。第三方面呢，要按着应该有的节奏来进行。蜗牛的壳是不是太重了，导致蜗牛爬得很慢呢？其实蜗牛的速度是合适的，我们也不要期待太高。如果我们在进行一件难事，开垦荒地的事，我们就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。只要迈出了步子就不错，就是一种成功。祝福你。